觉得自己还能不能吃第三个？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，那我直接给你上好不好？那没必要，太浪费了。啊、把那个骨头丢到垃圾桶，对对。10姐想加们鸭腿没有下单，抓紧下单。这不是骨头，这是啊，那一个是骨头，你丢了这一块是肉啊。刘永杰来了也不一定行啊。刘永杰很能吃辣，但是他吃不了这么多、啊。永杰，眼睛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自己不要搞啊，自己搞了有。小哥还要不要再上？上，确定上啊！咱们给他放个盘子啊。咱们这位年轻的小哥还是相当可以的啊！第三个了，这足以证明他这个吃辣的能力在湖南人里面啊，也是百里挑一了，也是百里挑一了啊！小哥吃完这个盘子里面都是三个啊，第三个啊。不要拍啊，就拍我们家麻辣和香辣的，好不好？能吃辣就拍我们家爆辣味的啊，注意一下。盘子里面是第三个，我还不知道吗，兄弟？小哥，你吃完盘子是第几个？第三个。啊，小哥自己说了第三个。小哥加油！胜利正在向你招手啊！他吃了几个？第三个。可以啊。看不出来吧？这么年轻是吧？手套。收。这小哥这。没事，你今天吃完了，下次还可以来我们这里吃啊，只要你想吃。啊，那他不是个职业选手？看看这个大哥，手套都用了。直播间有朋友说你在阳方挑战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在，哎呀，十天就能够吃得完的。我们这里成了他们赶集的地方了啊。摆地摊了，失败了。挑战失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在现场。臭杆子吃了几片？哎呦，看来我们直播间有好多都是那种吃辣爱好者啊，咱们这种辣的活动的直播间大家都关注了啊。啊，不能拖啊，不能休息啊，不是不能休息，你能对，你能吃就吃，吃不了千万不要勉强啊。小哥吃完盘子是第三个啊。小哥，我们的腿好不好吃？非常的有嚼劲，非常的有嚼劲。这个辣度呢？非常的辣。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么辣的？啊？对。吃过这么辣的？臭干子比这更辣一点，也是你们这个。哦，意思就是臭干子比我们这个还辣一些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这个难度要提升了啊。现在买什么时候发货？24小时到48小时啊，兄弟。5点到7点啊，欢迎你随时来这个岳麓区时代广场人乐这里来珍视我们，好吧？你有水吗？来擦擦嘴巴，来我来给你擦啊，你不要把手套脱了，我们的手套还是要点费用的啊。小哥能吃就吃，吃不了不要勉强啊。Okay. 有不辣的吗？香辣的不是很辣，微微辣吧。嘴巴肿的是的。
别让他吃了。有没有可能嘴巴本来就这么大？一般能吃的人嘴巴都不会太小。吃三个就有奖料，小哥吃完盘子里的就有奖料。小哥抓紧啊，还有几分钟了。你买了特大的特别好吃是吧？是的，我们家绝辣口味的话比你们吃的那种缺牙吃，洞庭月鬼街面的辣度还要后劲大一点啊，兄弟们。小哥行不行？咱们这个小哥看来在杨峰那里挑战的辣片子失败，心有不甘啊，专门离了十几公里远坐地铁过来的啊。哎呀，今天是不拿到奖，你是不报销啊？肌肉比缺牙是要辣几倍啊？哪个？我们挑战者同款的一个鸭腿。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吃过那个啥，我没吃过那个缺牙齿。因为它比较矮，会挡着它吃的视线，它取消了。因为现在人也不多。来，小哥往前面站，前面往中间。加油！还剩两口就成功了啊！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咱们现场是一个这个吃辣的活动啊，吃的是魔鬼辣加辣的这个爆大腿，小哥已经吃了第三个了啊。咱们这个辣度呢是一个生吃小米椒15倍左右的一个辣度，咱们的规则吃三个100，吃6个888，吃12个直接是一个5000啊。目前为止已经有人吃过6个了，今天就有人吃过6个啊。咱们小哥已经吃第三个了，特别的厉害啊！如果你们爱吃辣、喜欢吃辣、对辣感兴趣的，进了直播间不要急着离开。真的啊？还是假的？拜拜，再见。我都拿走了，我都被他拿走了。收下了，收下了。这第几个？第三个。只差一点点。非常的遗憾啊，咱们这位小哥，你看就差这么一点了，吃不下了，太可惜了啊。啊，就差这么一点点了。我以为这个小哥这么坚持他能成功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你如果只有这么只有99的实力，你就绝对。那个兄弟们啊，咱们又来了一个小哥，这个我问一下，这吃辣能力怎么样？一般般。张长宇，咱们成年了啊，成年了，肠胃没有毛病，自愿挑战，后果自负啊，千万不要勉强。大家的辣度指数没有我们挑战者这么辣啊、哦！咱们这个直播现场是一个吃辣的活动啊，我们是直播间，是吃辣的直播间。爱吃辣、喜欢吃辣、对辣感兴趣的朋友，进来以后不要急着离开啊，活动很精彩。咱们这个20分钟啊，直接就是888，刚刚已经有一位小哥吃了6个了啊，然后如果吃12个，12个直接5000啊。目前为止12个还没有人。我希望大大神啊，虽然说不太，对，可以啊。哎，怎么样？2000啊，千万不要勉强。开始，20分钟的时间啊，咱们是吃辣的活动啊，就是这个上面的辣籽油啊、辣椒籽不能够刻意的把它抹掉啊。如果是在吃的过程中掉落的没有关系，如果说接受不了这个辣度的话呢，咱们不要勉强啊。只有你觉得这小哥能挑战成功吗？啊？你觉得这小哥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？有难度。
我觉得有点悬哦。悬之又悬。想看主播，想看主播是点赞点到500万，纠哥说了，他可以在现场直播吃12个啊，但是要点赞点到500万啊，兄弟们。那你还是别吃了，今天赚的钱。来，哥们，你纯属嚼劲，我靠。确实有嚼劲是吧？开玩笑，没嚼劲，那不是白白的封口了8个小时？对，后面还有十几个吧。你们站这边来，不要影响到别人做生意过路了。明天还是要搞过去的，刚好在这个路中间。麦饼是吧？对。